还记得今年9月16日李晨向范冰冰求婚的场面吗？各种蛋糕精致到不行，各种鲜花浪漫到想哭，但是最火的还是李晨花200万给范爷买的瓷娃娃，从眼神到嘴的棱角都精致到不行，甚至小鼻子都像真的一样。虽然看上去有些瘆人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精致美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要是看到瓷娃娃杨幂，你更会大吃一惊，感觉就是为杨幂量身定做的一样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神韵抓得太到位了，短发也很精致，嘴巴太像了。反过来感觉这个范爷的瓷娃娃有点亏，因为跟范爷并不是特别的像。